来非洲当土豪，实现牛肉自由，牛排骨只要10块钱一斤。今天我们开车15公里，来农场附近的集市赶集。每周一和每周四是这边的集市，小商小贩都来了，附近的村民也来了。1000卢郎买一盆西红柿，一把大蒜500，这是一车饭椒，当饭吃的香蕉。洋葱900一公斤，红萝卜500一公斤，小茄子一堆5个，100卢郎。卢旺达小鱼干6500一公斤。这边是肉类市场。来非洲当土豪，实现牛肉自由，牛排骨只要10块钱一斤。买了2.3公斤牛肉，花了6800。木薯叶子400一公斤。茄子1堆500。2个菠萝1000卢郎。食用油1桶5升，15000。坦桑尼亚大米1袋25公斤，22500。买了半车东西，又花了66000。卢旺达的物价也不低。大采购完成，开车回家吃饭。